有位师兄说啊，你们烧小房子不可以做记录，不好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烧小房子为什么不可以做记录啊？烧小房子烧多少张？就是你烧多少张你自己要知道的就好了啊！你当然要。因为有一个师兄跟我说啊，讲啊，那个什么那个台啊台长讲，他小朋友也不可以叫对一个师兄跟我讲，我讲哪有这样是他们乱讲的，有些东西不是台长讲的，你们同学乱讲的，不要去听他的。嗯，我是这样跟他讲了。台长天天叫你们21张、49张，不叫数字啊。啊，对啊，然后、哦、他们没有经过台长，是说要讲就讲，要说就说，人不可以这样子、嗯，你一定要问多两三个，或者是用公学会的负责人哦，嗯、你不要随随便便一个事情跟你讲、嗯、啊，这样不可以，那样不可以，这个就不对了，对吗，台长？哎，不要去听他们讲，那就好了。啊